你有好故事或想法有人分享吗？你默默耕耘了很久却没人知道吗 ？Today's Happy Open Mind 专门在平凡之中寻找不平凡的故事或点子。下一位获选登上年会舞台的素人讲者，可能就是你。要怎么报名呢？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先准备500字简介，并说明你是谁，你的故事或点子是什么，为什么你要做这件事，这个想法如何被执行，这个想法或计划可以解决什么问题。再上传10页简报档到 SlideShare。或是5分钟以内的影片，并提供档案连结。如果简报和影片都不是你擅长的，那请提供5页以内的作品集或剪贴簿。总之，不管使用什么形式，只要能让我们清楚理解你想分享的点子或故事就对了。到报名页面上点选我要报名，填写个人资料后按下送出。报名将于8月1日晚上11点截止，8月7日就会知道有没有入围喽。入围者有30至40分钟的咖啡访谈，请准备5分钟的自我介绍，与我们分享你的故事与观点。不如你是科技人、艺术家、科学家、学生、农夫或是家庭主妇，我们想要看的是身份之后那个属于你的好点子。获选名单将于8月25日公布于 TEDx Taipei Facebook。 你有满腔热血但是上台会紧张吗？你有满脑点子但6分钟说不完吗？就让 TEDx Taipei Open Mind 将你的故事带给世界。 Go Story Sit Down Please。